呢，它的料子是宾斯雪纺。宾斯雪纺是一个非常特别的一个布料。宾斯雪纺就是可以穿的又像女神，然后呢但又可以很凉，然后呢又可以遮阳。然后手袖的部分是做这种微喇叭袖的感觉，微喇叭袖的感觉。然后整块布料是超级大弹，你看整个布料弹性是非常非常的十足，然后这边全缩腰的，所以呢不用担心尺寸的部分哦。缩腰的带子它是适中，适中。我知道比如说比较肉的人担心会有痕迹很刺，但是它是适中的。手袖这边是宽松的，只有这一边会比较合紧一点点，但是这边合紧是为了希望大家不要一直跑上去，跑上去的话它就会变比较公主系，但是不是不能穿，是可以的。所以呢它也是可以两穿，穿就是不要拉一字领的，它就是比较 OL 一些些。黄色超爱的耶，就是非常非常的夏天，它不会显黑所以不用担心，但是白黄都非常非常的美丽。然后后背呢也是非常简单，跟前面一样的造型。